抓住乾隆也行，抓住乾隆，一样为我哥报仇。哦，嗯，你哥是谁啊？张黑子，铜梁关那个张黑子。我叫张青子，张黑子是我哥，冤有头债有主。今天我带着弟兄几个来，就是要杀了阿贵和乾隆。乾隆，你给我出来！ 乾隆，给我出来！你这个缩头乌龟，你以为你不出来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哼，乾隆，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杀了他！你干什么？哼，你是乾隆，我不信。不信？哼，我让你看看我的扇子。哈哈，嗯。 刚才你还浑身发抖，现在怎么不害怕了？我刚才我是编出谎言来欺骗你的，你不还是上了当？哼，乾隆，当年你让阿贵杀了我哥，我今天一定饶不了你。你要杀就杀，别那么多废话。我告诉你，杀了我，阿贵会给我报仇的。阿贵，阿贵亲手杀了张黑子。哼。 你要是杀了我，门口的千军万马就会闯进来，你们一个一个都会死，都会死在阿贵的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笑话，没等阿贵杀我，我就先杀了他。我看够呛，你呀，这个筹算是报不了了。你干什么？啊！将军，情况怎么样？看不清楚，有二三十吧。 我看有四五十个。将军，人真不少啊！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堵住了，全被堵住了。将军，有没有看见皇上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大宁和潇湘呢？他们在里面。对，全都在里面。怎么办呢？阿贵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有种的你就给我出来！是他？你认识啊？ 我告诉你，乾隆在我手上。他抓了皇上啊！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砍了乾隆一条膀子。啊，我……他怕唐大年当成是皇上。我先砍了他的右膀子，我再砍了他左膀子。你要是想让皇上没手的话，你就别出来。 阿贵，兄弟，火气干嘛这么大？是你，我就是阿贵，你不是。你看我这套衣服，迎亲的人是你。是啊，我新娘子也在这儿。不，你不是阿贵，阿贵杀了我哥哥，你是好人。你哥？ 就是张黑子。嗯，啊，你就是张黑子的弟弟是吧？是，我现在终于搞清了，你是为你哥报仇，所以来找我，这就好办了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放了唐大年，我跟你走。唐大年，谁啊？我。你我。你明明是皇上。他不是皇上，我没有骗你。 乾隆呢？乾隆早走了。哼，你不怕死吗？我们将军府的人都不怕死。兄弟，你带了多少人？四五十人，怎么样？这样吧，我一个人跟你们全部的人马打一架。哼哼，你这是找死！人早晚都要死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 我只要打赢你们一个人，你们就得放一个人质，行吗？好，你死定了，放了他，滚！阿贵，你没事吧？阿贵，你要小心啊！放心，来。阿贵，放心吧，没事。
放一个，你出去！你出去！兄弟，第二个，再放，你出去！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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